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到贵州的榕江了。对了，同学们，欢不欢迎我们？嘿，一路唱歌一路来耶，嘿溜溜咯。今天来看榕江街耶，嘿溜溜咯。今晚就在榕江耍嘞，唱起山歌情满怀耶，嘿你啰嗦嘞，情满怀嘞，今晚唱歌情满怀嘞。贵州的是个好地方嘞，嘿了了了，我唱着山歌到榕江嘞，嘿了了了，今天专程到这里耍呀，尝尝贵州的辣椒汤嘞，嘿哩啰嗦嘞，榕江耍呀，尝尝这里辣椒汤嘞。没来之前，我就听说榕江是个网红城市。而且这里有闻名全国的蹭搓足球啊！今天我们特意在这里停车下去看一看啊，对，到底有没有这么的火爆是吧？啊，顺便问问贵州的朋友，欢不欢迎我们广西的朋友来喽？啊，我们今天这中途在这里停车是专程下来看看榕江的城市啊。对头啦，我们是慕名而来，我们下一站是云南，还有500多公里。还有500多公里，对，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贵地啦，有没有贵地的朋友？那好，现在我们就去榕江，废话少说，好不好？哎，出发，走，稳死吧，到家。去榕江了不，兄弟们？今晚上给大家看看榕江的城市面貌，走，走喽，出发！榕江还有多少公里？榕江有多少公里？大家知道吗？现在我们是在榕江的这个停车区啊，现在向榕江出发。对头，学姐们，出发喽！